纽约当地时间13日18点，某国际知名品牌举办了2018春夏新品发布会，作为2018纽约春夏时装周的闭幕大秀，自然受到无数媒体和时尚人士的关注。李辉这一次也独家携手人气小花唐艺昕共同出席了这场活动。唐艺昕作为本次大秀唯一邀请的中国内地女明星身份出席，可见品牌对唐艺昕时尚度的认可。唐艺昕当晚穿刺绣夹克内搭蓝色蕾丝连衣裙亮相，活动现场脸上都堆满了甜甜的标志性笑容，甜美可人，现场更是与好友李辉闺蜜式比心秀甜蜜。之前唐艺昕曝光一组机场街拍写真，照片中的她身穿彩虹装饰针织衫搭配卡其色短裙现身机场，犹如一抹秋色迎面而来，其中大面积的彩虹图案与休闲鞋上的彩虹元素相得益彰，明亮色彩的碰撞带来视觉延伸，令其身材优势完美展现。丸子头造型元气满分，独具个性的持重耳饰搭配别致的链条包亦是亮点，整套 look 的色系柔和清新，看上去自然舒服又不失时尚感。